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决善堂的委员刘耀伟，福音关圣帝君庚子年天年圣寿的契机，今天特别代表全体干部为恩主来助战，也希望借此相召并集结全球关公门徒才有的浩然正气，为大家来祈福祈安，透过关圣帝君以诸圣仙佛的慈悲加持庇佑，让士农工商百业能运转兴旺，安居乐业，阖家平安，祝福大家。